那之前其实我不明白，因为我太小，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后来大概我七年前我去了香港，我去了中环，去了很多的艺术馆，大概了解了香港和大陆的关系。就你们，我小也是小时候的经历，慢慢的这些年出现了一些政治的领域，还有一些符号，也是符号面，是两次两个大突破。这个首先啊，就是对青鹿啊表示祝贺，能搞这么大一个规模展览，它的前提是它必须有一些作品的积累。那作品的积累呢，其实又依赖于他的勤奋、他的智慧、他的才气，所以才有这样的作品。这作品呢，其实它有很多现代性的因素。照理来讲，我不是特别熟悉啊，但是我刚才也看了一下，然后把这个整个线索给它串起来了啊。他首先是他的生活里面融进了他的故乡啊，他故乡的这个一脉深情啊。然后呢，他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融入了其他老师的一些思想和方法。然后他跟他的生活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样呢才有他自己的一个这种结晶，这种作品的产生。那么整个作品来看呢，他严格来讲他是学美术教育的啊，我本人也是教美术教育的，不是教技法，不是教绘画的，所以我多少还有点隔
啊，因为我不在创作一线，啊，尽管我们自己原来也是学美术的，但是美术发展太快了，现在这个情况下，他的作品呢，他在学美术教育的时候，但他对美术创作非常执着，啊，这点比较难得，啊，另外呢，他是我原来一个同事，啊，我的同事现在已经过世了，叫吴明忠，啊，画油画的。那吴明忠到最后他自己的作品，他是找了一种语言，什么语言呢？就是他用那个玻璃瓶装葡萄酒，啊，用那个来表达自己。所以据说这个秦伟呢也受这个影响，但是这个语言再那个，他也不是他自己的语言，啊，他是吴老师的语言，所以他自己慢慢探索，慢慢探索。我们探索后来，他就说这个跟他在乡村的经历结合在一起，山东人，啊，看看夜空，他就据说他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太空人啊、外星人啊，啊，什么宇航员之类的，所以最后呢，他把那个玻璃瓶，啊，就换成这么一种样式。那么这种样式，他也在里面不断的内外啊，这个去融通、去结合，然后又跟其他的物象去结合。然后慢慢就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语言。你比如说，他把这个宇航员跟什么，跟那个狮子结合在一起，甚至狮子吃过的这个骨骸，他也放在里面去了，啊，所以这样就形成他自己一个组群，啊，一个各种要素的一种集合，啊，形成一个独特的一种艺术语言。那么作为艺术家来讲，其实很重要什么呢？就是。一定要使用自己的语言，啊，他才这个在艺术之林里面，啊，在纷纭的艺术现象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有自己的定位，啊，所以他这个意思，他可能跟他在国外在迪拜啊，他的影响，跟中国传统的文化的结合，啊，跟现代艺术的结合，跟工业产品的结合，因为他这个整个材料，啊，它是一个工业材料的这种造型，所以。啊，它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既有农业又有工业，啊，所以它的艺术应该来讲独树一帜，然后祝啊青路的这个艺术道路啊越走越宽广。谢谢。好，谢谢。这是刘青路的一批作品，这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全面的看到，我觉得就是他的作品啊。风格比较鲜明，在年纪不大，但是小小年纪就能够找到自己的风格和形式，而且不在这个形式中间不断的去扩展，不断的变化，一楼、二楼、三楼，呈现了不同的面貌，特别是三楼，它又在这个原来的作品的基础上面又进行了变化，扩大了，就是它也是一个从。作品从一个符号开始发展起来，但是他的能力能够把这个符号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有内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他的这个符号中间也包含了一种某些时尚的因素，或者是说潮流的因素，代表一种年轻人对未来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是挺好的，给人感觉整个作品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好的哟。啊，你好，就是我们跟那个刘老师其实也是私下里做了很多的交流，对，主要的交流就是会问他说，哎，平台上有这么多喜欢他的这个藏家，主要是哪个群体？对，他基本上交流下来的话，其实是两个群体，一个就是这个互联网和科技圈的这样的一个收藏藏家的一个群体，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从政类的这样的一些收藏家，这两个群体都比较喜欢他的作品。我觉得大家喜欢他的作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就是这个宇航员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然后他的这种创作的方式其实有一些非常就是潮流式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他是跟其实跟这个时代的共情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另外一个方向呢，其实也是因为其实收藏家在选择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这样一个社交属性的一个平台嘛，他会跟这个艺术家有比较深度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其实很多人也是喜欢这个刘青路老师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喜欢他这样的一个比较真挚的这样的一个性情，大家会觉得说，哎，我愿意跟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做朋友，他可能这样的一个友情的一个维系，它是一个非常长久的。所以的话，他现在是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他这个事业上的一个非常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吧，就是他应该做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是对他这一段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和回顾。那同时呢，因为我们预先看了他这次这个展览。那我看了他每个楼层的这样的一个展品，那看了他最新的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作品，还是非常惊喜。就是我们去三楼看他这些作品，会发现，比如说，他的整个的这个题材，这个整个对这个整个题材非常的恢宏。另外的话，承载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其实非常的厚重深沉。那也有一些这种。比如说伤感呀、悲剧的这样的一些情绪的这样的一些带入，那包括他的整个的这种作品的表现上，其实也会感觉到他其实就是更加的精简，然后呢整个的创作上来说的话，按他的现在这样的一个表达上来说的话，这是他这个时期的一个代表作，然后还是比较期待是说他沿着这个脉络应该还会有新的突破的，这是对这个整个展览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感受啊。然后刘老师这个人他也比较特别，对于我们来说，首先呢，如果打开我们现在这个 Artime 的这个 APP 的话，你会发现现在这个APP 的这个启动图标是他的一个作品，其实这也是对艺术家是一个荣誉。我们这个荣誉的这个机制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每个季节呢，它会有一个榜单，它是相当于是一个畅销榜，是一个季度榜单。那你如果在你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程度上，你能够排到第一位，那么下一个季度这个启动图标就都是你的作品。然后它已经连续在这个榜单上连续好几个月了，所以我们今年基本上看到的这个图标都是它的这样的一个 logo。所以的话，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刘老师本人呢，他其实也是我觉得就是他比较有一颗这个感恩的心吧。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在跟他这个合作这么多年的过程中，他一般也会自动的把自己作为这个Artime的平台的一个就是一个宣传大使的一个身份。他非常热情，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去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会有很多非常年轻的艺术家，那他们有的时候非常迷茫，很多的迷茫就是来自于说，那我在这种线上的艺术品的电商平台，我能够卖出去作品吗？这样对我的一个起步的话，我能成长起来吗？他会去给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年轻的学生啊，年轻的艺术家，去给他们留言，去鼓舞他们，然后他也会就是毫无保留的去分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触动也还是蛮大的，所以就是我们会非常像这种很好的朋友，很好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展览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在不遗余力的，希望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刘青路老师的作品，能够知道他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脉络。谢谢你啊，不客气。好，首先我觉得。作为刘青路的同学来讲，我是也是第一次看他回国以后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展览，我觉得整体他还是创造了不同的符号。然后在这个展厅里，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些关于宇航员的一些符号，然后包括企鹅的符号，那是最早的符号，那是早期的作品的符号。然后在楼上那个展厅三层那个有一些红色，那个就是那个消防栓啊，还有一些。废弃物的、废墟的这种符号，我觉得他是善于把这个一些具象的东西转化成符号，然后他把这个符号再放大，然后复制。我觉得这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语言吧。我觉得他很早，因为我们是他老师武明忠，然后我们都很熟悉嘛，因为武明忠老师就是创造那玻璃那个符号，然后他通过这个也师承关系，然后就老师影响。但最早那批玻璃的符号，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转化的。它那个作品，你看那个企鹅，那个也是有些玻璃的那个影子在，但是它逐渐转化到金属，就这种坚固的物体，坚不可摧。
然后它在这个宇航员这个符号体系里边建立的是一个很坚固的这种宇航员形象里的这么一个符号。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种强势的一种语言。我觉得这也是当代艺术，就说一种，就是说他自己个人的一个爆发力，我觉得这是他有的。但是我觉得是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觉得是他也在，就刘经过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经常说这个东西，是在这个 AI 的时代，因为 AI 学习速度非常快，我觉得未来十年可能是需要他创作更多的符号，然后把他这个线索更加清晰，慢慢的让就是更符合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新的时代，他应该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艺术成就？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好，谢谢不客气。好，然后准备好看我后面，可以了。我刚刚去逛了刘青路老师的展览，整个看下来呢，挺震撼的，因为作品的尺幅是非常巨大的，有4米的、7米的，就是其实在现代当代艺术家里边也是很少见的。那我和刘师兄呢，实际上是首师大的同学，他比我大2届，一直管他叫师哥。我现在呢也在从事潮流艺术的创作，所以经常跟刘师兄一起参展，他也会给我好多指导意见。那看了这批画以后呢，就能理解他说的那些，就是关于当代和潮流的这种他的看法。我觉得还是，他能够看到本质的很多东西，然后也能和同行有很深的交流。虽然他在迪拜，但是经常跟我们会微信联系。那反正这批作品，我觉得就是更成熟，比他之前在这个工作室画的那批企鹅那个系列更成熟一些，然后整体面貌呢也更当代一些。而且还和潮流有一定的链接，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宇航员和小鹿的元素组合在一起之后，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谢谢。宋良当代艺术文献馆呢，是以这个艺术文献的收集整理为主，但是呢，这个展览呢，也是我们这个馆的工作范围之一。那么，从一个文献性的这个艺术馆来讲呢，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呢，都会选择一些这个年长的艺术家。那么刘星路这个展览呢，这个这么年轻的艺术家在文献馆做展览，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但是呢，这个艺术家呢，这个年轻人呢，创作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他的每个阶段的这个作品创作的系列呢，也都非常清晰。同时呢，他的作品的这个创作能量呢，也是非常巨大。你看，作为一个30来岁一个小孩，能把我们馆1、2、3层整个这个空间都能撑起来，而且这里面呢又有很多巨幅的作品，所以呢也就这个说明了这个艺术家未来呢是前途不可限量，这也是我们选择他来做这些个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这个刘星路呢也是作为他们这一代年轻艺术家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个代表呢，我觉得呢，就是一方面呢，他有他们这一代年轻艺术家所共同的一些特征，比方说他们对于这个市场非常敏感，对一些流行的图式也都非常这个了解的非常及时。另外呢，对于互联网的这个平台的应用也都非常的熟悉。他除此之外呢，就他对他个人来讲，那么就是他除了这些这个流行图式的这些这个因素之外呢，同时呢他还有他自己了解社会、观察社会，同时也用自己的作品呢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的理解的这种图式这种途径。所以呢，我觉得就对于刘青路来讲呢，就是除了他的作品的这些这个图式和一些符号之外，那么就他近期的作品呢，就还有一些对于社会的理解，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这个深层次的一些思考，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是预示着他未来他的创作之路可能能走得很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谢谢。Thank you.
酒店下面四季酒店，全是电子人，对对对对对，四季酒店下面有一个饭店，就在那个饭店，我还专门去吃了一个饭，确实太难了，哇，那是我去迪拜吃的最贵一次，九块钱，常年在那吃，所以很多的话都是专门发给他，自己点着要尝。对，你自己改的。We'll be right back.